真的，当时你俩在咱华政，那是一大传奇啊！所有人份子钱都给你们攒好了，你们就这么分开了。你真是让我们情何以堪呐！我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啊！都过去了。今天我非得问出一所以然来，我这手机里是不是有情哎，史你能不能别啊？闹啊你？认真了啊！哎，同学们，你们谁有咱们秦师的电话？队长说想他了，让他赶快来这儿。你别听他的啊！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哎，那不是秦师吗？啊，真假的？看清楚没有啊？你别开玩笑。我这，你，哎，让他来呀！队长下去了都。最佳辩手能来的再晚点吗？菲菲，你怎么来了？菲菲，听我说，菲菲，我听你说什么？你误会了。误会什么了？你现在脑子里除了对我说谎，你还能说什么？你说啊！陶俊辉。我接受不了，我男人心里还爱着别的女人。你要是还爱着秦时的话，你就去找他吧。胡说什么呢？秦时已经结婚了。你不去找他，就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，是吗？那我现在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他跟杨华是假结婚。他们随时都能离婚的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们假结婚的？真是个好问题。那你又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们做不了的决定，我替你们做了。看看唐总知道这件事会怎么说。菲菲，菲菲，你听我说，菲菲。都是借口，让过程改变了方向，打乱了节奏。半颗心都堵在路口。